就在我面前，不是我要看导演叫我看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看真的，不要看假的。甜心的好身材你们不看吗？我是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是最色的那个人，但是阿奇的眼神比任何人都色。你一定会舍得我在40岁，我一定要最年轻啊！而且他单身，导演说安排我们，我们怎么不要？我们不适合，福利都给适龄了，中国人丁班原班人马热血回归，还要提醒特别火辣演出，在片中展现姣好身材，甚至被薛士林双手抓奶。第一次做每个的表情什么？猛瞪啊啊啊啊转。为什么是你？他还是要个性比较害羞一点，我就说我会导你怀里啊，然后这样抓接着我就对了，对，没有不用给他太多沟通了，就给他指令就好。因为弟弟太害羞了，弟弟一直闪躲我。后来知道拍那个戏，然后他导演就说：“他说是我要真的抓到真的人，而不是假的模特。”从那次那天之后，他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。他真不敢正眼看我，每次跟我讲话就这样听起来。其实比较色的应该是我们的摄影师啊，因为他看最久嘛。魏定一版牺牲的还有李明顺，为了变胖省省吃。年轻11年应该要瘦一点。 我还是很有运动，后来我们又再碰到我就吓到，我180啊，哦，现在应该是85左右吧。我儿子一直跟我讲，爸爸你有肥胖症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晚上不要爱吃零食了。那老婆也在旁边念啊，没有没有不会，他不会这样子，对，他会。 他会说你们开心啊，现在因为我喜欢吃啊，对啊对啊，你要不要煮啊？对，然后现在应该是85左右吧。我怎么说那么快？要演瘦的戏啊，我儿子一直跟我讲，爸爸你有肥胖症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晚上不要爱吃零食了。那老婆也在旁边念啊，没有没有没有不会，他不会这样子，对，他会说你们开心啊，现在因为我喜欢吃啊，对啊对啊，你要不要煮啊？对，然后现在可能我都要你们吃这种型的那种。哇，怎么说呢？怎么样都回答是啊，常常我老婆都会提醒我了，提醒老婆的话就对了。对，你那边跟小孩子这样亲亲抱抱揉揉的，是在年轻的时候。哦，也是这样子，更凶，他不让我亲我就会。对，但他儿子反应可能比他还激烈。 2年前也不让我亲嘴巴了，四五岁都不让我亲，但亲脸他还是有点他不要的，但是最近我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，他就觉得习惯，对，到现在还亲嘴巴？不会不会，那妈妈可以，妈妈什么时候都可以。